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这条荔枝条剩下铅笔在哪儿？什么铅笔？你去过伦敦吗？你听说过中指铅笔吗？我们现在来到英国的伦敦。大家都好像不明白，我不惊讶。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不知道铅笔在哪里。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些标志走。你是个天才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令人我失望的人。看，在哪边？在什么？欢迎来到澳大利亚。好吧，我们得攻其不备。过了，不要再一直下去了。他不可以拥有那本神圣铅笔，没有人应该去改变历史。对啊，那我们怎么去拿给人家？这件令人失望。对，我觉得我知道我们该去玩这个游戏。可以交流吗？